跨年晚会均已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，由北京卫视领衔制作，北京崇礼哈尔滨三地联动举办的2018环球跨年冰雪盛典也于日前完成全部录制。韩红、王力宏、崔健、杨坤、许巍、谭维维、王嘉强等实力唱将纷纷现身，掀起现场阵阵高潮。王力宏和谭维维再度携手献唱，引全场疯狂欢呼。韩红激情演绎，令全场起立聆听。崔健、杨坤、王嘉强雪地上经典歌曲连唱，频频送出回忆杀。王力宏携手谭维维热情演绎，嗨翻全场。入职当天，王力宏以一袭蓝色亮片风衣造型登台表演，十分干练又不失优雅。有音乐王子之称的他，现场还送上了一段精彩的钢琴表演，并微笑与粉丝挥手互动，尽显风度与气质。此次北京卫视跨年盛典是王力宏和谭维维继合作演唱《长城》主题曲后再度同台献唱，二人极具魅力的歌声与现场意境深远的舞美完美结合，引来粉丝纷纷热情呐喊，惊叫不断。在等候间隙，一身白色露腰连衣裙的谭维维还与观众热情互动，调研要微笑哦，拍出来才会好看。跨年要看北京卫视，你们都会出现在电视上，变得十分俏皮可爱。在全部录制结束后，王力宏为感谢粉丝的热情支持，重返舞台再次送上精彩的演唱，引发了全场的大合唱。韩红身着红色西服现身2018环球跨年冰雪盛典的现场，这也是她继2008年演唱奥运会歌曲《为生命喝彩》后再次与奥运结缘，加盟以助力冬奥为主题的环球跨年冰雪盛典，为冬奥卖力献唱。充满激情的演唱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，引众人纷纷起立欢呼。此外，音乐诗人许巍不改本色，怀抱一把吉他，穿着一身蓝色运动装现身北京卫视跨年盛典舞台，自弹自唱的许巍充分展现其独特魅力，醉人的歌声更是与舞美高度契合，为观众送上了一场极致的视听盛宴，引来全场沸腾。摇滚教父崔健现身2018环球跨年冰雪盛典崇礼分会场，引一众70后的粉丝不畏室外寒冷的天气，在现场苦苦等待偶像。崔健的经典曲目《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》一出现，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，而杨坤也在现场跟粉丝一起合唱了代表作《无所谓》。不畏寒冷的粉丝还被杨坤赞叹像战士一样。王嘉强也现身2018环球跨年冰雪盛典，现场演绎 Beyond 经典曲目《光辉岁月》，再为观众送上一波回忆杀。熟悉的旋律触动了一代人记忆，也点燃了